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看一下。找去。这已经脱臭了，要怎么正戴？哦，那你上来好了。你站在那个那里，然后往这边走，然后就往这边走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他往哪里走？这里。我看一下。那你往这边走好了，小心哦、喔。那我要往哪里？然后你就躲起来就好了。好嘞，三二一，走。好，再一个。你在找路是不是？我们多看看四周啦。对对对。你拨个草啊。你可以走小步一点，比较不会摔倒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好。越来越大，三星好喵的。有了，哎、欸，来，你进来，你先进来。你蹭他，你。好，OK， 我们下山，蹭他。没有。他这是伞够大。不是巨无霸。很小心的、欸，下去比较。下去会滑下去的。哎、欸，外套快点，外套湿了。哎、欸、啊，卡住了。伞太大了。好，下一个。不用帮人家撑伞哟。保镖。那你的女主角、欸。好。然后要拍一个远的，就是近位比较远的。然后。前身的是不是？对。那他要干嘛？他就一样啊，一样往森林里面走。那我们这边是只有这么小啊？对啊，就这么小，没有别的、啊。没有。那、啊、另外一头也没有，一览无遗。另外一边我不知道，就是这样。换一头看看啊，一览无遗。你可以去后面那边啊，那边有比较。换一头是什么意思？神秘的。来过，我来过很多次啊，我是熟客。这边啊，这条啊，这条不行、啊。你可以站在那边啊。过马路啊。你那边也可以啊。其实自己蛮小的。我想要它往坡上，有点像是坡上，就刚那边再上去哦、喔。太难走了，那有很多。你说在上面、啊？不是，那边还有一条。不是，我在想是它是侧斜的那种，就是它是有点像。那就只有刚刚那边啦、啊。那你要。那如果那边呢？那边没有啊，就只有刚刚那条小路。对啊，这个啊，这里。来呀、啊。总之。这边有一条小路啊。他稍微走那，这么刺激哦！那不如走那一条，那条比较好走一点呢。那条好走，那条比较好走一点呢。那条好走吗？那条比较好走，那条不好走了。这要怎么走？怎么走？走都有困难了。是要登山吗？那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想要的位置是他在里面的，就是感觉那种是真的往里面走。那我觉得刚刚那一条好了。对啊，走到更森林一点。走，我们去爬山吧。我想要往它往密集的，然后刚那条再上去有啊？有了。对啊，好。上去有吗？有。啊，你要一起来啊！我们一起上来啊！对啊。